记得吧，按下取消，直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贴到这边来，把它贴上。但是贴上之后的话呢，如果你直接执行，它会变成所有都变 Excel。 为什么？因为这个2啊要改为 I， 如果你不改的话，它全部都是输出变，直接把这个地方意思说把这个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就可以了，有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呢，在那个 VBA 里面可不可以直接输出一个公式呢？当然可以啊，所以以后你就把你现有的公式做好了，反正有的甚至一长串都没关系，丢过来再直接输出到 Sales 里面。那输出的时候，它如果看到是公式，它会自动帮你执行过，它不会是显示一个公式哦。好，那可是输出好了，问题就是这个2怎么样要把它改成这个 I。那你不能说直接把那个 I 直接就2 delete 掉放个 I， 不行哦。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完整的字串，那你这个字串跟变数两个是不能直接就把这个变数放在字串里面，因为字串它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等同就是说也许你是另外一个国家，那如果说你要进去的话，你必须怎么样要先把这个字串先切开来哦，然后呢中间用串接符号把它串接，再把 I 放进来，这样才对哦。 OK， 这个好像前面我们有讲过了那我们来实作一下，要怎么样把 I 放进来呢？记得把这个2怎么样先 delete 掉，然后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第一个双引号呢是配合前面的，第二个双引号是配合后面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再加上两个串接符号，因为字串跟字串一定用串接嘛，再把 I 放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I 这个变数放到中间。不过特别注意哦，在 VBA 里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 AND 在 Excel 里面不用加空白，可是 VBA 里面它的规则是要加空白。也就是说最后你做完了这个串接符号它必须前后一定要有空白，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空白的话它就不让你 work 了。 OK， 特别注意哦。所以以后反正呢你要把 I 放进去的话，那这个都固定的就是先把那个字串先切开来，把那个分隔符号放进去，再把 I 放到中间啊 ，and 前后加空白，这个都固定的。所以如果你这个熟悉了以后你任何再复杂的公式放到 VBA 里面都不成问题，两下就做完了啦。 OK， 那这样子这个也是一招啦，就是说以后如果你要写 VBA 你也不用头痛了，反正你就是先告诉他范围，然后呢把那个公式放进去，再把你的列号它如果是会变的 I 把它改一下，这样就 OK 了。其实这一招太好太简，就是太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了，而且这个让你可以马上做出一个按钮，人家会以为哇你是不是里面做了什么事，没有啦，你只是把公式放进去而已，就是这样而已。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 work 啦。所以这是方法一直接在 VBA 里面把那个公式丢到我们的这个，丢到哪里呢？丢到这边来，所以直接执行一下，有没有发现它全部呢都改了？那改了哪些地方呢？这个 I 因为是2嘛，然后再来就3、4，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A2 A3 A4 A5 一直到 A9， 因为你丢的时候那个 I 它会自动帮你去变换嘛，所以它是一个变数。 OK，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这个部分的练习。 OK， 那等一下请各位试试看总共那个，不过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这几段程式不难，可以先试试看。我等一下也会把这个公式贴到那个我们的云端上面的云端白板当然你也可以找到跟我们上学期一样你当然如果你需要复制贴上也可以啦，但是我还是比较建议，因为你们这个班已经算是稍微进阶一点了所以如果你上学期是用复制贴上的的话，你可以尽可能反正以后可以自己稍微打一下啦，这说真的没几行嘛，像我这已经打很久了，就它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流程了。
那很快，哎，就可以把你要做的 VBA 马上做出来。那你的事情以后就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就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你要有一点点微调，自己在里面稍微改一下地方，哎，就事情就搞定了。OK 哈，所以请各位呢先试试看哦，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